大家好，上个月就去咗呢个青衣公园揾呢个黄叶，就影唔到啦，咁都系红叶啫。咁最近天气就转冻，咁有阵时都有啲太阳，咁个温差都几大，咁相信开始都有啲黄叶或者红叶。咁啊冇时间去呢个大堂，咁啊近近地就去咗转呢个青衣公园。咁见到湖边嘅呢个枫叶树呢，其实都系啱啱黄嘅啫，咁啊唔系红嘅，反而相信公园最红嘅就系呢一棵榄仁树啦。哇，喺下边见到真系红叶嚟嘅。咁其实都有少少期望嘅，因为上次影呢都有少少黄叶，咁啊今次去到呢。咁啊，好可惜，可能之前啲落晒，咁其实就唔算好红，只不过系黄叶多一啲嘅啫。咁呢一棵就系、是、应该系最红嘅喺呢个山坡上面嗰棵。咁啊，有少少红叶，但系唔多个。咁啊，少少失望嘅，其实都有少少。咁佢其实好多叶都枯咗，都落咗嘅。咁上年影嘅时候，其实呢个仲有啲绿色啦，有啲黄色，同埋有啲红叶，咁啊靓啲。咁见山坡上面嘅蜡杜鹃咧，即系三角梅，咁就多咗嘅。咁应该系近十二月中度，应该会比较靓啲。咁近排行开公园都其实比较开心，因为你会见到有啲人喺度影紧呢个婚纱啦，咁都生活开始慢慢正常翻，都其实系几好嘅。咁见到啲兄弟姐妹就喺度影紧相啦，咁我哋当然顺便影埋啦。咁喺另一边睇到嗰、那个公园山坡上嗰、那个，其实就开始多啲嘅。即是那个蜡杜鹃，咁呢个咧就系用相机影嘅。咁见到啲叶，其实呢个榄仁树真系好红，当然冇之前嗰个广角镜咁啊咁出啦。咁相机嗰个对焦咧，其实就调校紧，因为自动对焦原来佢都有啲敏感度调校嘅。咁今次调高咗，但喐嘅时候都系有啲叫做松下蒙下松下少少咁样，可能真系手动对焦会更加好。咁见到呢、这个落雨虫啦，咁啊开始黄色，同埋结其实不嬲都有少少落叶嘅，但系就唔多啦。咁主要都系绿色为主，咁可能要下个月先至有得睇呢个落雨虫啦。咁朋友啱啱几日前就去咗大堂，佢都表示系路边有啲其实系红咗嘅，咁就。唔系话全部都红，咁大家有时间其实可以去大堂行一行啦。咁最近温差都比较大，咁相信嗰、那个红叶指数应该慢慢会提升翻嘅。咁就唔希望佢喺落叶之前都未变红啦，咁啊可惜啲。我都几中意呢个落雨虫喺呢个绿色啦，同埋水虫之间，咁啊，亦都有啲见到咧系开始黄，同埋出现呢个青黄之间啊，咁啊都其实都几靓，不过啲风咧就好大，其实就难影少少。特别企喺佢嘅日光之下啦，咁嗰啲叶。嘅花枝招展咧，就會比較吸引少少。
咁大家有時間其實都可以去行下嘅。咁啊，青衣公園比較特別，佢嗰個局部咧最近開咗咧，咁見到亦都有啲水啊、白鹭啊、水鳥嘅。咁當然亦都有魚啊或者龜啦。咁嗰個荷花池咧就謝謝地噶啦。啊，入邊都有啲黃色嘅碎裂，咁啊遠咗啲，咁啊齋睇嘅啫。咁我最中意其實反而係呢個落雨蟲啦。同埋呢個好主意個餐廳都比較特別，咁仲有好多呢個雕塑啦，小下男孩咁啊抱住呢個魚。咁喺另一邊睇開湖邊嘅呢個落雨蟲，呢個係順光嘅，咁你會見到真係有啲係啊點點呢個黃色嘅，咁啲水鳥真係好有心機。你見到佢企定定，遠睇以為係呢個雕塑，但其實佢係識喐嘅，偶然都要點下頭。咁納豆娟喺湖邊都係多色啦，咁除咗呢只紫色，其實就仲有呢、這個。幾隻唔同嘅，有啲白色啦，有啲黃色。白色嗰隻有少少青青青白嘅，咁其實都幾吸引。咁大家有時間其實可以兜一兜個圈啦。咁今日分享係咁多，大家有時間就行下啦，拜拜。